什么宠物好养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现在比较多人养的宠物有狗狗、猫咪、仓鼠、刺猬、壁虎和雪貂等。其中照顾起来比较方便的就是仓鼠、刺猬这些笼养的宠物，而且仓鼠和刺猬的体型比较小，所以需要的空间也比较小。其次，猫咪和壁虎也是照顾起来比较方便的宠物，基本上只要做好喂食、清洁、驱虫工作即可。不过照顾猫咪的时候要封好阳台，避免猫咪发生意外坠楼。养狗狗相对来说会不那么方便，因为狗狗需要外遛，因此需要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它。而且体型比较大的狗狗也需要比较大的住所才能养。不过狗狗相比其他的宠物会比较好训练，而且比较会照顾人类的情绪，